笑傲江湖复赛赛程过半，剧场之王周云鹏，相声新势力卢鑫玉浩率先获得直接晋级决赛的入场券。本周又有五组选手登上笑傲舞台，哑剧天团 Fairplay Crew 公平竞争组合，糊涂夫妻王丹丹、王小福，德云全能王张鹤伦、蓝鹤炎，神奇宝贝孟凡淼，讽刺天团嘉宾团队，谁将脱颖而出，赢得下一张决赛入场券？笑傲江湖复赛第三场现在开始，掌声有请节目主持人百克力。生活百般滋味，谢谢大家，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东方卫视王牌喜剧竞技秀《香飘飘笑傲江湖》第三季的复赛现场，我是你们的百克力百叔叔。好了，朋友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第三季的三位观察员老师，他们是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老师，让我们欢迎著名表演艺术家宋丹丹老师，让我们欢迎著名导演金马影帝冯小刚老师，欢迎三位，来请坐。我们的第三季《笑傲江湖》到了现在已经到了复赛阶段，复赛阶段将会爆笑升级，每场复赛将会有五组选手同台竞技，争夺一张直接晋级总决赛的门票。本期节目谁能笑傲江湖？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来，请看第二现场，他们是哑剧天团 Fairplay Crew 公平竞争组合，糊涂夫妻王丹丹、王小福，德云全能王张鹤伦、蓝鹤炎，神奇宝贝孟凡淼，讽刺天团嘉宾团队。他们现在五个人的名字全部都在这五个红色的球当中，谁会第一个出场呢？我们来看看。你们谁想第一个出来？究竟是谁？有人可能我不要，都指着欺负小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一对搭档。你们两个，他们在舞台上是一对搭档。当然了，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是一对搭档，他们就是糊涂夫妻王丹丹、王小福。现在在我们这舞台上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你特意塑造了一个说话不利索的孩子，但是有点太不利索了。这次我们俩是完全放松心态，然后既然遇到困难就放手一搏。王丹丹是一个可爱而且挺会表演的女孩，我觉得第一次的挫折能够让她今天真正爆发。今天我们拼了，老婆加油，老公加油。老师好。老师好。哎，来了啊。这个初赛之后感觉如何呀？初赛之后我俩挺不满意的，没有发挥好。自己就感觉自己没演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效果。其实我们也看出来，我们都不说是不是。今天俩人穿的这是要演一什么呀？演一个古代的小品。那开始吧。好，准备一下老师啊。哎，好。我的城池已被敌军围困数月，我的军师出游却迟迟不归，这该如何是好？罢了，我要出城和他拼个鱼死网破。哎呀，什么人？我
军师，棒棒。哎，大敌当前，少扯犊子。军师是挖地道回来的？对呀。敌军围困我军50里呀、啊，难道军师挖了50里的地道？50里，我以为是40里，我很满意。军师啊，你是个女流之辈，你是怎样做到的？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太好了，军师这次回来可以解我燃眉之急呀、啊！哼，我早算到将军会有此一劫，所以我回来就是为将军特意回来给将军排毒解忧。解忧愁，军师的意思是为我排忧解难。哎，对了，把盆拿来吧。盆？咱俩用那盆儿，就那大盆儿里边，那个大盆里边有小旗儿，还有沙子。你跟你唠嗑真费劲。军师说的是不是沙盘？嗯，军师这边请。好。哎，我哎呦妈呀！上那边去。军师请。这小区风水不错。为什么没有绿化呀？军师说的是什么话？军师可有妙计？没有。那你笑啥呀？将军，你看看我挠到我的痒痒肉了。你是一点用都没有，我要出城和他拼个鱼死网破。将军且慢，我有一计。军师请讲。2亿包抄，我们可以从南城墙派出2万精兵，然后再从后院这俩溜来几个人，来都让我们过来，来吧，都听话来啊、哦、来。哎，将军，这是饺子。查查，一派胡言！什么饺子？将军再看，嘿，军师的意思是两面夹击，一起消灭敌军。嗯，我的意思是打不过他们，求求他们饶了咱们吧。太难了，我堂堂一个大将军，宁死不降。现在的情况你根本不知道。我知道，现在。将军，现在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老难受了？我，哎，对了，现在的情况你根本不知道。我知道，敌军围。哎，别吵吵。现在我们是饺子馅儿，他们是饺子皮儿，他们给我们包在里边了。我们在里边就是。想出来出不来吧，就在这里边。我妈呀，这明白没？我明白啥了？我明白。将军莫急，来，我问你，这里有多少敌军？5万骑兵。那里呢？7万。不用说，这一定是6万。哎，军师果然料事如神呢。哼，这是5万，这是7万，这不是卡6万牌吗？胡了。什么卡6万？将军胡6万。我胡6万。六，哎，军师倒是一句话点醒了我呀。蜀国有6万骑兵，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啊。嗯，我要修书一封。来人呐，整理书案。我来。刘公明鉴，魏有一同中原之狼子野心，吴建王若吴城沦陷，则有破国之患，望刘公派兵助我共伐
为国。写完了，你，我挨揍了，赶快过来帮我削他。你写那玩意儿谁能看懂？都能明白。罢了，取信鸽来。我来。不是鸽子在屋上外边吹啥去？那笼子锁着，你能给它吹出来呀？哎，将军，放。信呢？我让你放信鸽，信不放里边，你放。别吵吵，还有一只。将军，放。一、二、三。哎呦我去，撩没影了。蜀国回信了。他说啥了？我挨揍了，赶快过来帮将军，太挨揍了，让咱们去帮他呢。你是一点用都没有，我要出城与他决一死战。将军且慢。莫非这就是诸葛先生留下来的奇门遁甲之术？我的意思是把这些钱给大伙分吧分吧，都散了吧。你再说话，我一炮子门牙给你雷没他。我相信你有这实力。堂堂七尺男儿，为什么非跟牙过不去呢？报！别说话，再说话一炮门牙给你雷没他。你给我闭嘴！我告诉他一声。行，我们胜利了。我是就告诉你们，就剩你们俩了，再不跑就来不及了，我先跑了，将军。哎，谢谢你啊，还能告诉我们一声，人挺好。你给我闭嘴！将军，你出汗了。我被你气的。而勇分明是肾虚。天要亡我，这是为什么？因为你肾不好。肾不好，头发少。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哦，哪两条路？头一条路就是死在我的宝剑之下。你要干啥？找第二条路呢。你能不能问我，我告诉你第二条路。你怎么不告诉我，害我找得好苦啊。你想气死我不成？生气掉头发。第二条路就是把你留给魏国。行。哎，为什么呀？有你在，他必败。谢将军夸奖。哎呀，气死我了。哎呀，将军哪里刺都不成。军师，这地道就是你我的逃生之处啊。将军，你别吵吵。将军，你听我。你说话太费劲。我的妈呀。军师，前方的路在何处啊？嗨，我回来的时候怕被敌军发现，我一边挖一边堵，现在都被我堵死了。我跟你没完。
谢谢两位。那倒是挺可爱的啊，你俩平时过日子也这样吗？啊，这什么意思？乐成这样了啊？那是这样，就是你说对了。真的呀？嗯。那日子过得可是够《笑傲江湖》的啊。小丹丹，我觉得你们复赛的这个比初赛的要好很多。首先我觉得你用的越少，那个有点像周云鹏的那个东西，就用它用的越少越好啊，就用你自己的。其实你自己有自己身上的那个特点啊，真的挺可爱的，这个叫鬼精灵似的哈，在舞台上挺不容易的，复赛作品不错。因为初赛的时候郭老师说了，说他吃亏就吃亏到自己的语言说话不是这么太清晰。复赛我俩准备这个小品，他天天真像疯了一样，魔人一样，天天碰着人了就问我这么说你能不能听懂啊，我说话这个意思含义是什么。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都说梦话自己的。哎呦，老师，我说实话，就是初赛的时候我确实是发挥不好，我太紧张了，而且那个时候对，他这个丹丹挺有观众缘的，对，这个打岔啊，给他一直在打岔，这个很有意思。行，挺好。啊，行，我们仨来基本上对。李老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还说让三位老师依次投票呢，结果不发。我们是依次投的啊，就这一次一块投的啊。好嘞，接下来我们要看全场的497名观众了，剩下的497票在你们的手中。来，投票通道开启。投票通道关闭。今天糊涂夫妻开了一个好头，我们的三位观察员老师都给你们投了票，那我们看看观众是不是认可你们的表演。第一的话是多少票啊？周云鹏是469票。我觉得400，肯定得400左右。306。来，请看大屏幕，请揭晓。成绩，来，请我们的糊涂夫妻登上笑傲擂主台。好看了啊，第一个就是433票，这个高票，后面的选手压力会非常大。来，我们看看下一组的选手他是谁。好，这位选手，你了，这位选手，他曾经说郭德纲先生是天蓬元帅，胆儿也太大了，因为他就是神奇宝贝孟凡淼。这风火轮，哇哦！天蓬元帅，哎，你几岁？忘了问。我今年22岁了。孟凡淼啊，我对他印象特别深，他真的是一个天才，不管他是多大。辣椒小辣人心，这次我来参加复赛，我把吃奶的劲儿我都使出来了，全村人都给我了支持，所以我也不害怕了，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所以我要自己加油努力，走向更好的明天。三秒，这个今天穿的像一个小学生的样子啊，是不是？这是准备演什么呀？我这是演的，这是破案的大片。哦，悬疑片。机器猫？不对，我演的那是破案的，就是狄仁杰。不是狄仁杰，包公。不是，不是包公。你要说福尔摩斯，我也信你啊。不是，没有猫。行。今天我演的是一个悬疑片，悬疑片。哦。你大成本，我这是。就一裤衩还大成本呢，就是不能看外边。
表，里边还有一大成本大制作，反正就是好啊，就是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谢谢。来，准备开始。准备一下，老师。插播一条快讯：三天前，在南码头五号仓库发生一起三兄弟被害命案，死者均为中毒身亡。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投案自首，经交代是因为仇杀，警方已结案。不对，真相远没有那么简单。发现真相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己个儿去案发现场调查。为了不引人耳目，我要伪装自己，喝口香飘飘，变形很奇妙。哇哦，我这口喝的太多了。没关系，喝口老村长，立马长一长。哪里就是案发现场，没错，我就是名侦探科比。虽然我没有科比的身高，但是我有科比的球鞋，好不好看？好不好看？这里就是案发现场，作为一个名侦探，首先你要做的就是你得有名儿，就是你得稍微的，你得有点名儿。好，让我们勘察现场。勘察现场有一大忌，就是现场留下自己的指纹，扰乱分析，所以我们要戴上白手套。喏，这样就不会留下指纹，而且很有触感。据说，死者为兄弟三人，他们分别死在沙发上、桌子上、墙面上、地面上，怎么还有一个？怎么会有第四具尸体？难道警方没有发现？这具尸体，身体还有余温，瞳孔没有放大，还有心跳。哇哦！死者居然还有一颗不死的摇滚之心，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来，快醒醒了，醒醒！哎妈，开路了！导演，这个节目景不好了。你就是个景，复赛我要过不了，你给我等着。不好意思，一段插曲把我的思路打乱了，继续分析。根据报告，死者均为中毒身亡。看这位死者面前摆放的美味佳肴，凶手的确有下毒的可能。但根据最初的法医鉴定报告，死者没有中毒迹象。再看盘中的佳肴，一丝不剩。那他是怎么死的？怎么死的？撑死的，你吃太多了。你吃太多了，你就。再看下一个。这位死者对着电视，面色发紫，乍一看是中毒后喷血而死。其实并非如此，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周日晚上8:60。根据死亡时间推测，《笑傲江湖》刚播出5分钟，那他是怎么死的？怎么死的？笑死的！都笑喷了，脸都憋紫了，你笑点也太低了。再看最后一个，哇哦！死亡的姿势已经脱离平衡，这是如何？死，大家注意看，旁边有一台电风扇正对着他，但是你们没有发现这台电风扇居然没有扇叶。如果电风扇在开的时候扇叶飞出去，足可以置人于死地。扇叶去哪儿了？他是怎么死的？怎么死的？热死的！你这一天夏天你不开风扇，你这不作死呢吗？好了，案情分析完毕，真相已经大白，请你们记住我，我就是名侦探科比。6月下雪必有冤情，难道真相不是这样的？他不是热死的，他也
死的，他更不是被撑死的。那真相究竟是如何？那好，就跟我一起进入案发原点。当天这顿饭应该是他们的庆功宴，正所谓推杯换盏饮流灵，那啥那啥那啥，他们肯定是干成了一票大买卖，挣了很多钱，钱多的足可以让他们笑傲江湖了。沧海一声笑，你们看他们正在分钱，你一个我一个，你一个我一个，我一个我一个，我一个我一个，分赃不均，大打出手。老大有大头，老三也就大头，老二头大了。他左右调和，就在当晚8:55，《笑傲江湖》开播。老二劝老大去看中国最好笑的节目，劝老三到一边凉快凉快去。为了老大得到更好的视听效果，老二把音量调到最大。此时电视播出的正是小哪吒孟凡淼的表演。躲了，挡着我来。音量之大，以至于老三被老二拿飞快的扇意割喉而死的时候，老大都没有听到。最终老三被死死地钉在墙上，惨目人睹。5分钟后，老大正在哈哈大笑之时，老二奋力拍下老大肩膀，并踩下机关，一根长长的铁棍穿于老大体内。正所谓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他就有点泛黄，就稍微的就是有点黄了。好，老二的愿望得逞了，他可以呼风唤雨。他为了掩饰自己的杀人动机，他拿起了郭德纲。不对，是刚的锅，砸向自己，把自己砸死在饭桌上。老二的愿望得逞了，他自己个儿为什么要死呢？难道说老二真的挺二？那凶手到底是谁？好了，我的案件闪回法到此结束，你们都下去吧。老二，你等等。我死了。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有些人活着他还装死，你这样不好吧？你这样，科比，不愧是科比呀！哼，少废话，真相只有一个，你就是真正的凶手。整个案件都是你自己个所为，你为了钱出卖了自己个的兄弟，你自己个瞒天过海，颠倒是非，重金贿赂，让人抵罪，你自己个就是罪大恶极。你自己个就是你自己个，你别老自己个自己个的。就是我做的怎么样？你有证据吗？哼，早就知道你会这样，我都录下来了。哎，我录下了，咋没声呢？妈呀，才录啊！科比，到此为止吧。啊，你这种恶人，迟早会被绳之于法的。来人呐，上我的榨汁机。啊，科比，我要把你榨成汁儿，我要吸干你的血。放开我。科比，再见啦。啊，科比，你没有想到你也会有今天吧？你没有想到你会落在我的手里吧？放开我！你们那些坏人，快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没有人会来救你的，科比，谁叫你多管闲事儿了？去死吧！科比，科比，科比，
再见了。哎，怎么什么都没有？哼，怎么会有？我在这儿呢。你们好，我是科比。一会儿给你们签名。真相只有一个，罪恶掩盖不了事实。什么？你就是作死的。好了，案情分析完毕，真相已经大白，请你们记住我，我就是名侦探科比。觉得今天演得好吗？好不好？我确实有点紧张，因为确实就是紧张了。还行，我觉得比初赛的好。好吗？谢谢老师。比初赛的好啊！你那最后到我们身后面这来，确实挺神的啊。总体来说啊，不容易。我投给他。谢谢丹丹老师。我感觉还是用了功了，但是剧场的效果。一般。谢谢老师。我觉得差一点啊，对不起了，再努力。谢谢老师。丹丹老师投的是你这个人。嗯。冯导投的是你这个节目。嗯。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还是应该以节目为主啊。对。有点绿的就得了啊，生活也过得去了啊。啊。谢谢老师。观众朋友们，喜欢孟凡淼的表演吗？呼声还是很高，我们来看最终的票数。来，一分钟投票倒计时通道开启。好，我们有请现在的擂主登场。有请我们的两组选手登上风云对决台。上一轮我们的擂主糊涂夫妻他们的票数是433票，孟凡淼能否突破这个成绩？一起来看大屏幕，请揭晓。本节目由大众美酒典范老村长酒欢笑呈现，来为老村长快乐共分享，请揭晓。418票，让我们再次恭喜糊涂夫妻王丹丹、王小福。孟凡淼，哎，就是你这出来，肯定家里都特别高兴，支持你啊。对呀。如果这个成绩跟他们怎么交代呀？没事，我爸我妈都来了。来了吗？啊，哪儿啊？在这儿呢。哦，到舞台上来吧。来来来，咱们到舞台中间。那是他弟弟，那是你弟弟是吧？啊，这是我爸，这是我妈，这是我。真好啊！来，欢迎你们，欢迎。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哎，儿子非常有天分哈。是一个小天才。这个今天这个分数不是特别的好啊，然后爸爸妈妈心里怎么想的呀？今天的分数不重要，哦，重要的是孩子登上了这么大的舞台，哎，可以说他是我们那里登上这么大舞台的第一个人。你看看啊，好开心啊，真好。这个那是您二儿子吗？对。你哥演得好吗？好。太棒了。孟凡淼，哎，你爸爸跟我们聊两句吧。啊，是不是觉得儿子太棒了？爸爸开心，爸爸激动。你爸爸老实人哈。总之呢，没关系，不管今天孩子的表现怎么样，作为爸爸妈妈以后
他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了，这是我们感到最欣慰的事情。对对对，最实在的一句话了，这是。我也要感谢我爸爸妈妈。哎呦，懂事啊，真好。这样，孟凡淼，有可能马上真的就要离开这个舞台了，你给我们带来了两场惊喜。如果最后一个机会的话，再让你表现，你还想怎么样？我想我爸我妈从我们村来到这儿给我加油，我想给我爸爸妈妈唱首歌。妈妈，我想对你说，话到嘴边又咽下。妈妈，我想对你笑，眼里却点点泪花。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你的黑发泛起了霜花。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你的脸上印着这朵牵挂。特别好的脱口秀演员，你会有特别好的人生。好了，我们还有三位选手，下一组登场的会是谁？这组选手，他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群人。这位选手胆大包天，他敢叫自己的师父小黑胖子。让我们欢迎德云全能王张鹤伦、郎鹤炎。我黑了，二哥这天太热了，松开的地拖鞋啊。张鹤伦，你这个语言的这个能力太强。鹤伦进入复赛，我比初赛放松多了，但今天的成败要看观众。我特别爱唱，走到哪唱哪。我的歌声让整个城市变得更好。今天会让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德云社。最近心情怎么样啊？心情呢，十分的激动，也有一点点小紧张。哦，还知道紧张呢？啊，因为主要您坐这儿了。那我走在这儿啊。哎，师傅是坐这儿了吗？打你啊啊！行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了，来好好说相声。好嘞。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我们心里边知道什么呀？掌声啊啊，还都是看着我师傅的面子上。哦，看咱先生，毕竟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对，尤其这个舞台上，大伙也都能看出来了。什么呀？哎，人才太多了，都是高手。都甭说这舞台，就德云社当中怎么样？其实轮也轮不到我们。是吗？德云社大伙都知道啊，有四大才。四大才？对。我师傅郭德纲，于谦老师，侯震，孙越，特别的有才。是是，我师傅来说怎么样？沾唱没有不会的。那可不，什么传统戏曲拿过来就行。于谦老师啊，沾玩没有不懂的。嘿，孙越老师啊，沾吃没有就不能吃的。对，要不然他胖嘛。侯震老师啊，你说电子产品没有弄不坏的。哦，对，这些弄不坏呀。没有弄不好的，哎，没有拆的，就是个人才。是是，在自己的领域上都有独特的建树。不错。还有德云社谁呀？四大美。这四大美都谁呀？长得帅啊。啊，你说说。郭麒麟。那太是了。张鹤伦。张鹤。岳云鹏。烧饼。哦。不是，哎，你先等一下。有点小兴奋啊。是是是，我想问问，除了郭麒麟，后边那三个是什么鬼？
美呀、啊？怎么都还什么鬼？干嘛呀？不是，你们是鬼，不是美。臭美行不行？那也是臭鬼。爱美真的，平常好、啊、美颜自拍，我们仨嗨都爱这个啊。就你这模样，说实话，美图秀秀都救不了你。我也不照那个。真是这样的？你说我干嘛？但是得说您啊。还有啊，德云社还有四大傻。四大傻，郎鹤炎没了。啊？就我一人啊，郎鹤炎乘以四、啊，这不是一样吗？这傻没有加倍的，这个、我是夸您的，您这不是好话。现在今天来这些位 啊，好多人都知道他的名气了，是吗？现在火了，我呀，郎鹤炎，哎呦，观众还给起个外号，叫什么？叫什么大黄？是吧？后来我一百度，这是一个狗的名字。你还用百度啊？大黄谁知道都是狗？可能因为您的肤色，给您起的外号。我肤色起外号大黄。他们起的，各位看看，这肤色外号就叫小白，知道吗？别闹，今天来这么多位人，观众起的外号，你就因为大黄，听话，不是，来人，大家说这事就说明。你看评委来的，看你来的，听什么？师傅还在你，大黄，蹲，蹲，好，坐。走，秀，秀，好，雕，雕，蹬，冲，今天没喂狗粮是吧？小白捡回来。相声讲究四门功课，没事儿了是吗？你这样好吗？这样多新鲜呐！句句都是捧您的，您句句离不开狗粮。不是我捧，啊、德云社重点培养对象，老这么说了，这就是凌晨两三点钟的太阳。对，已经那您就别培养了，凌晨两三点钟的太阳，还没月亮亮呢，您知道吗？那几点啊？八九点了。说凌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你有时差吗？那个。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总算说对了，充满了沼气，对，让所有的人注意沼气呀、啊，沼气蓬勃嘛，我沼气蓬勃不把我炸死了吗？你听，人家都说了，那字念招啊，你不要知道一个成语就年年自喜的，我说对你好，嘿，你听着，你二姨说的。自喜，你年年自喜，您那好像跟鼻子里挖出来的似的。二姨夫来了吗？生活现在你来说人缘多好啊，一呼百应，那大伙爱戴我，这说明啊，现在有自己的特色了，有一点吧，自己的风格还行。在这个舞台上来说，一定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各位，咱都得拿出来。拿我来说吧，您怎么样？好唱，你也爱唱。对，话说回来。我师父在这儿呢，对，就不能说唱的有多好，得低调。因为我师父京评帮曲，人家没有不会的。那可不，你说唱小曲小调，拿手之极，最拿手了。在这台上就唱过京剧啊，太平歌词是啊，调本也高，对对对，一唱响彻云霄。是，我学学，你学学师父，来我师父感觉。学什么呀？学两句，来我师父小曲儿他没唱过。哎，对，来两句啊，来了咱听听，打听的有没有我师父那韵味。学师父，往外游。往外迎，满腹凄凉草木凋零。哎，一点都不像。别着急，可能个高了。谢了，哎，班长，行了我还有一这个呢。行了当事人在这儿呢，就学他嘛。您学的过了，我怕学的不像啊。但是你说唱戏来说，跟师傅没法比。对对对，唱歌完了，您说歌曲完了，唱歌就得靠我们现在年轻人都好这个。哎，这倒对，少男少女谁不喜欢流行歌曲？都爱听，尤其作为我们这些九零后的孩子，那。哎，怎么说？作为我们这些零零后的孩子，对。不要脸还往小了说是吗？
作为我们这些八零后的孩子，八零后还晕啊，七零后的，我清朝的，我得，你看我这刻着反清复明呢，不用，直播呢，直播呢，不要看，他们太过分了，没必要，行了，你不去，你撒开我，拉拉扯扯干什么？我一点没有，我表呢？我表呢？别闹，这我们干嘛呀？上台了，就我两分钟，至于的吗？我戒指呢？我六个戒指没了。六个戒？对，都在冯导那儿呢，我跟你说。行，待会儿我上丹丹老师那儿拿去。咱别闹，好好聊天嘛。就说话嘛。就说现在唱歌来说。唱歌你怎么样？你懂吗？我知道啊。什么年代能听出来吗？太能了。简单来一首啊。来，大伙听这个啊。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大伙儿都说没有。知道这什么年代的吗？知道，零零后啊 ，TFBOYS。行啊，仨小帅哥。行，我这人眼看狗低了，我的天。我怎么还是狗啊？其他真的，往下来呀、啊。来来来，那个啊，丑八怪呀呀呀呀呀，别把脸扭过来。丑八，谁丑八怪？干什么？谁？干什么？干嘛呢？您这儿扒拉我干什么呀？扒拉你怎么？把表还给你。不唱歌不形容你的歌吗？薛之谦。九零后都爱听，还真知道啊！那可不，听这个啊，听这个，哎嗨、哎，这也行了。什么？你爷爷我小的时候，行了，这是你爷爷死以后唱的。嘛骂街呢？谁骂街了？这不词儿吗？词儿怎么？词儿是我爷爷说就完了呗。哎，我小的时候没完了是怎么着？就跟人玩笑嘛，咱别闹啊，不闹了哈。嗯，确实现在来说，年轻人都喜欢流行歌曲。对，现在唱这些大学都有共鸣啊，哎，都有感触，对不对？但是我说实话，我真是八零后啊，你别笑啊，停。不是，人说实话，他笑我都没听见。我就怕他起哄。八五年的，我本命年，我还穿着红的呢，我跟你说啊，红。不是，咱先等会儿。八五年是本命年，那我们瞅瞅吧，不能帮着我点吗？我已经很帮你了。咱们不说年代来说啊，真是八五年，可能长得略显老一些哦。像我们那年代喜欢听什么呀？什么呀？周杰伦。哎，我也喜欢。小天王啊，对。现在大街小巷都充斥周杰伦的歌曲。是。比方说啊，你看有一首叫《套马杆》。对。不要脸了吗？怎么了？套马杆跟周杰伦没关系。不是，就没关系不要紧的啊。套马杆这是神曲，是吗？我听他可以唱周杰伦的歌。怎么会呢？你看周杰伦，像比较青花瓷啊，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套马杆唱最合适啊。怎么唱啊？什么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是这歌吧？这是套马杆。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蜀汉里放前朝的飘逸，而我只遇见你伏笔。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习武之人不惧神正气，嘿，八扎嘿。还别说，您这么一唱还真行啊。行吗？行啊。当然了啊，这是能耐。是吗？对于周杰伦来说真是我的偶像。哦，当然有朋友说了，怎么样，周杰伦唱的好多歌你听着就觉得听不清是什么词儿。哦，有点浑浊，对不对？嗯，好多你能知道吗？我知道啊。他有清楚的歌吗？当然太有了。比如人说千里之外就特别好。怎么唱的？我送你离开千里。宝贝，这句是费玉清唱的。
这也有周杰伦。周杰伦唱跟他有天壤之别。费玉清，费玉清清澈嘹亮，哦，是不是？头看着上方，头手指着上方的灯，哦，这只手跟这里边蹭，蹭。真情像草原广阔，蹭蹭风雨不满足。哎哎哎哎哎哎，蹭哪儿呢？这人家唱歌的特色，没您那么夸张的，真的啊。但是确实周杰伦好多歌听不清，比方有一首叫《烟花易冷》。烟花易冷。雨纷纷，秋谷里草木深。你听清了吗？怎么了？头一句词儿，雨纷纷，秋谷里草木深。就。说明这些人不爱洗澡，知道吗？秋裤里都长草了，一根一根的在往外钻，你知道吗？别说了，多恶心的那个。怎么了？不是您听错了，您不看看词儿吗？看见了，看词儿呢，叫秋裤里啊。雨纷纷，秋裤里草木生啊。旧故里，旧故里草木生。怎么还有韩语啊？没有韩语，秋裤里草木生啊？不是，人家是秋裤里草木生，不是旧故里草木生。秋裤里，西裤里，旧故里，是不是？导演，这是不是骂街呢？这是吧？谁骂街了？这是不是有点歧视我的意思？你跟真听得懂似的。讲韩国话咱能会吗？别来这套了。我韩国话，我跟你说，虽然很难，韩国话咱们会，韩国歌咱会唱。真的假的？我的天哪 ！I believe。哭的表情有几毛我别动再来就看不出心爱的哭都掀开那哭那年也生气一看就是马路边买的便宜的地摊货不你怂中这次没到您别来这个您刚才唱的真是韩文呢啊，您这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有一个人叫比利，啊，比利呢，那个买了条裤子，别人说比利，这裤子标签能摘吗？比利说可别动，摘了就看不出来新买的。人说你的裤兜掀开了，裤拉链也生锈了，一看就马路边买的便宜地摊货呀，这么一个过程。你是这么唱的？对呀、啊，再来一遍。嗨，比利，裤子标签要摘吗？可别动，摘了就看不出新买的。裤都掀开了，裤拉链也生锈，一看就是马路边买的便宜的地摊货。干嘛呀？这是韩语啊！您这是韩语，中国字儿外国味儿。怎么了？这不是好点让大伙儿听听吗？您来点更好的有没有啊？代表作吗？对呀，有一首代表作啊，是我经常啊，觉得在琢磨，我的演唱得跟德云社有关系啊。哦，有一首叫《妹妹来看我》，那给我们唱唱吧，听一听这感觉啊。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从那小路来。小路上面的毒蛇多我怕咬了妹妹的酒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坐那飞机来飞机上面的大款多我怕妹妹跟他们过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来到德云社德云社里的流氓多流氓头子他姓郭别唱了哎呀看得出观众真是喜欢你们说的相声啊年轻人很炸啊他们俩人自如啊在这儿谈笑风生而且在现场和观众的那种互动啊非常的自然啊这个互动是真的一个互动这真是互动不是说不管你说不说我设计好了我都跟那说不是非常好那个包袱也挺多的谢谢大爷、啊、谢谢大爷举重若轻、这个、可以、哎、对对对他说这个举重若轻有点准吧我有文化相声好像还真是得有点这个自如自信劲儿哈、啊、他今儿往这一站哎我跟你们是朋友啊
他是那种，他不是说到这儿来演出来了，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劲儿。这是德云社自己的那么一种风格，一个味道啊。来，哎，谢谢大家，谢谢二位老师，谢谢。人家都夸你们啊，但是不代表你们可特别好啊，只不过就是干的年头多了，熟悉舞台，熟悉观众啊，还得再接再厉。按我以往的性格，我一定得给你摁一红的，这样以示公允。但是摁完红的，他们也有人说这是黑幕啊。我想了又想，既然台上干什么？没事没事，下回听，下回听。好吧，鼓励一下吧啊，继续努力。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好嘞，三位观察院老师，三盏票全给了我们的德云全能王。投票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投票通道关闭。有请我们的擂主，请我们两组选手登上我们的风云对决台。我们现在的擂主糊涂夫妻王丹丹、王小福，他们的票数是433票。那我们德云全能王的二位兄台能够得到多少票数呢？大屏幕请揭晓。糊涂夫妻，祝福你们，谢谢你们带来的表演。谢谢大家，再见。能进复赛，我已经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对于我们俩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不求与人相比，只求超越自己。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两组选手，这两组选手会是谁？来看看。哇哦，他们是团伙作案，他们的表演可快可慢，他们就是我们这个舞台上唯一的外国人组合，让我们有请 Fair Play Crew 公平竞争组合。他们的东西非常高级，相比其他选手，他们的作品呢更具有空间感和想象力，这点来说很不容易。他们的才艺一看就是经过了很多年的打磨，一招一式特别默契。这个哑剧天团啊，他们将喜剧和肢体的这个结合得非常的巧妙啊，中国观众是不是能够接受他们这种表演呢？那还得台上见。开心又看到你们几个啊！想问一个问题：自从出赛之后，你们有什么改变吗？
好办法，好办法，来吧，开始你们的表演吧，可以了啊，开始。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谢谢谢谢啊，棒！人家真是啊，说躺下就躺下啊，把我们的地板擦得可干净了啊。那个百克利问问，就是他们这些灵感都来自于哪里呀、啊、？Where do you get your idea for these shows? It's just life situations from real life. 就一般都从生活当中来的。For example, the gym, the last number, we just saw people exercising on the gym. It's so funny. 看出来了啊。肯定是在玩的过程当中有这灵感的啊！这些日子来中国录像，有没有出去旅游啊？哪儿转转了 ？Actually, we don't have much time to see places, only a little bit. But we really, really love Chinese food. 小龙虾。小龙虾呀。小龙虾。小龙虾。Crayfish. 吃的东西很上档次啊。Anything else? And 烤鱼。What? 烤鱼。As I know, you have the different way to eat this food. Drinking the soup. Yeah, we're drinking the soup. 他们特别喜欢吃小龙虾和烤鱼。他们特别喜欢喝里面的汤。他们都把汤喝完了。小龙虾那个汤吗？对，小龙虾里面的汤汁儿，他们特别爱喝。这几个人这个口味实在是太重了啊！我觉得他们这个舞蹈非常有意思。嗯，肢体的幽默。这个在《笑傲江湖》这舞台上啊，就是类型特别多哈。我也希望这个决赛的这个舞台上，能够呈现出一个这个像万花筒一样的，
一个喜剧的百花园。One ticket for you guys， 丹丹老师，非常好的演出哈，欢迎你们来，谢谢你们。不受语言限制，单凭肢体表现喜剧，走遍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演出，这一点来说非常值得钦佩啊！欢迎你们的到来。好，现在我们任务要交给我们全场的剩余497名的观众，投票倒计时开启。时间到，投票通道关闭。好，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擂主登场，请我们的两组选手登上风云对决台。现在目前我们本场最高得票数466票是我们的德云全能王，只要我们的波兰选手的票数能够高于这个票数，他们就可以站上我们的擂主台。那他们最后的结果会是多少呢？请公布。哦，431票，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德云全能王张鹤伦、郎鹤炎，你们可以再次返回你们的擂主宝座。I'm so sorry, guys. So now you have to leave our stage. You have any word to speak? Yes, we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producers for let us perform here. It's really an honor for us. Thank you so much. 不受语言限制，单凭肢体表现喜剧，走遍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演出，这一点来说非常值得钦佩。好的，我们还有最后一位选手，很明显他们已经在我们的第二现场等待多时，他们就是四位大老爷们，他们是龙四天团贾冰、谢鲁金、王庆、张红爽。好耀眼啊，志玲，你的身体不属于你自己，不不不不，万分扎心。刺这个拍马屁我觉得有它的现实性。当我看到这个贾冰他们这个团队表演的讽刺小品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兴奋啊，因此我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持这种创作。初赛过后啊，真的是好多人都在问我怎么拍马屁，怎么，反正就是头都炸了，各种拍各种拍。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冯导那句话，喜剧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讽刺，所以说我们要将讽刺进行到底，加油。我怎么觉得你们团队是不是添了人了？是换了人了？换了人了，换了人了是吧？上次那个眼睛里那个浩哥啊，回青海一兴奋缺氧了，就起不来了。后来我们那个演那个不会说话那个刘帅，又去青海照顾他，照时间长也缺氧了，都没来。这个新换的这什么时候去青海？介绍一下吧。啊，大家好，我叫张红爽，来自江苏南京。哦，大家好，我是王庆。跟他一样，南京。出赛之后涨粉了没有啊？涨了，我以前没微博，然后我一开微博26000，一下子给我起点很高啊。嗯，那个今天准备演什么呀？上次那个冯导不是说嘛，说这个，喜剧了是这个最大的功能就是讽刺，我们想把这个讽刺小品继续搞下去，这个搞了一个拍马屁的续集。不了不得了啊！你这一拍到底啊！啊，一拍到底，来准备一下，开始吧。好，好，我们准备一下。这是经理的假发。嗯。假发在这里，可是他人在哪里？经理。如果你在这里的话，我想对你说，
一路走好。恭喜师傅一路拍马，荣登经理之位。我让你给我做的那个经理的牌子呢？最好的手工，最好的材料，在哪里？在这儿呀。啊！这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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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弄死你！最贵的，最贵的灵位啊！啊！什么时候你能够学会我拍马屁的真谛？汇报一下工作业绩啊！自你上任以来，部门业绩直线下降，总公司决定裁员一名。裁吧，总共就四个，裁谁？裁他们两个其中一位。他俩干的都挺好的，没理由。要相信马屁的力量，裁员也能拍马屁？要不要学习？要不要学习？要。领导的艺术，学起来。进。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你俩转转。哪怕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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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怕了，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为什么？因为我就要离开了。师傅，比如我经理，经理在哪里？经理在哪里？经理是谁？这个经理已经死去，我实在没有脸面在这个位置上坐下去了，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们太优秀了，太优秀了，太优秀了。你大智若愚，你光芒四射，而我就想在我的人生长河中留一丝丝的存在感，哪怕就是一丝丝，可是你们俩把我压得死死的。你完全可以到德云社当班主，你完全可以到华谊兄弟做 CEO。 想想你们的昨天、今天、明天多么的辉煌，多么的经典，你们的能力强到我汗颜，强到我尿血，强到我动心心律不齐。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当评委啊？经理，不要叫经理了，好陌生的称呼啊。再见了，我挚爱的工作环境。再见了，我深爱的员工兄弟。不要害怕，我为了你们的茁壮成长不会走得太远，就在公司门口的岗亭里默默地守望着你们，顺便起杆落杆，起杆落杆，就让我随杆逐流吧。经理，要不然我走吧。我走总得走一个。我赢了，我释然了。经理，我爱你，我走了。小庆，我什么都不要说，抱我。好了，我得到楼上去一趟。对，把工资结算一下。这倒无所谓，我得跟我爸说一声，毕竟他是总经理呀。哦。可是你为什么要走呢？你为什么要走呢？你走了以后谁陪我勇闯天涯？他。你走了以后谁陪我勇攀高峰？他。你走了我会同意吗？不会。你会同意吗？不会。总经理会同意吗？不会。那你为什么要走呢？我不走。一路顺风。啊，我就说走的应该是我嘛。我真没想到，居然是你赢了。那当然了，总经理的儿子怎么能赢了董事长的儿子呢？是。呀。他刚才说什么？董事长儿子。我能看看他吗？我可以再看看他吗？看。好耀眼，好耀眼啊！这么耀眼，你为什么要走？你为什么？收起你那副嘴脸！我走定了。哦。想武夫励精图治，创下这宏图伟业，不想身边竟充斥着尔等溜须拍马之徒，为何不辞退于我？难道就因武夫乃董事长乎？少爷，好文仔啊！你还拍，你还拍，你还拍，你不吃你这套！是我废了死局，死死的董事长儿子，把我扶起来，
马屁升级。走吧，啊，你走。就因为你是董事长的人，你给我走。响我一生堂堂正正，出淤泥而不染。最讨厌就是拍马屁之人，而你竟然说我是，谁信呢？憋回去。说我拍马屁，我连马都没有见过呀。你走吧，你这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我留你有何用？哎，我怎么不忠了？我培养你这么多年，给你阳光，给你雨露，用甘甜的乳汁把你抚养成人。你的能力远远在我之上，而此时你选择离开，你忠吗？那我怎么不孝了？今年多大了？37啊。结婚了吗？没有啊。有孩子了吗？没有啊。一心为了工作，到现在都没要孩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孝吗？那我怎么不仁了？你今年多大了？37啊。你结婚了吗？你不问过了吗？要不要孩子？要孩子要不要买奶粉呢？买奶粉你是不是得代购啊？代购里面有朋友圈吗？朋友圈你有没有澳洲的？你不给孩子吃澳洲，你给他吃三鹿啊？师傅，你这个有点太乱了啊。啥时候我得想吗？再说你不义。来，这是谁？这是谁？这是你同甘共苦的兄弟啊！啊，我们四个当中，你的能力最强，智商最高，颜值的担当啊！你再憋会儿，你走了，让他们两个怎么在公司里混啊？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啊？唱歌啊？弹吉他呀？别走了，你义吗？你俩干什么？啊？还没看出来呢？他还在拍呢，先是正着拍。然后反着拍，哎，你俩现在跪着拍，一会儿我还得躺着让他拍呗。我告诉你，我不吃你这套，我走定了。呀，走得好。干什么？父亲！哎，这是我爸啊，在我心里，他早已是我的义父。你要点脸不？爸比，哇。我成功了，我终于将弟弟培养成一个能够正确的分辨各种拍马屁了。他终于完美了，他是商业的奇才了。不是，我可以全身而退了。弟弟，今天我们兄弟俩终于可以坦诚相见，撕掉我那虚伪的面具了。呀，是我呀。你成熟了，哥哥祝福你，我走了。哎，我还没明白吧？这个牌位就是我为自己准备的。今天我把它放在这里，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哥哥的话。过年过节上柱香，还有。临走之前，我要再给你留一样东西。香皂？不，它是荣耀，这是上一任经理传给我的。我现在把它给你，一定会给你带来好运的。好好的保存，别沾水。哎，弟，能让我再看一看当年父亲留给我们的那一块玉佩吗？什么玉佩？呀！玉佩呀、啊！我们不懂事的时候，父亲拿一块玉佩给我们一人一半了，你那一半呢？我没有啊。可我这一半怎么在呢？哦，还没掰呢。那好，别弄丢了。我走了，哥，我不走了，你也别走。不是我，你不能走。我为……哎呀，不要你走。可是你不让我走，不让我走，不让我走，你抱我呀，哥。我们谁都别走了，我们要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好，太感人了，恭喜你们手足相认啊！但是还是得裁一个的啊。哦，好。好刺激！起盖儿，落盖儿，起盖儿，落盖儿。师傅，我猜不透你呀、啊，我一路顺风。这个排练的时候谁说了算呢？排练我们不是刚搭起来的吗？谁都不服谁。
整天掐，掐完之后就是为了一个包包能掐老半天，然后到最后就是反正都生气嘛，缓解一下情绪嘛，是吧？他生气了想缓解情绪就打他一顿，他生气反正也打他一顿，我生气也打他一顿，我生气打自己一顿。这个拍马屁，这个上楼哈，从一开始拍不吃你这套，啊，完了用骂的方式拍啊，对，就是这个，其实这个创意挺好，但是我觉得。喜剧的效果好像，没出来，有一点遗憾，我的感觉，嗯。就是你们啊，给我们感觉就是你们太想把它演好了，然后就使的劲儿使的都特别大，螺丝铆的特别紧，然后大家都在就劲儿使大了啊，就显得有点吵。就是你们一劲儿使大了，我们的心就也使劲儿啊，就不能放松下来看。所以就起不到喜剧的效果。嗯，这个可能他们觉得这个这么喊着说也是他们一个表演风格，对，觉得这样容易出包袱，行吧？反正不管怎么说，是一个很认真的作品，有头有尾的啊。来吧，咱们啊。按说我是很想支持这个有锋芒的、有刺儿的这种像刺儿梅一样的喜剧，但是就这个喜剧来说，我觉得好像软了点儿。抱歉，我给你们一票。好，谢谢。我支持一下吧，啊，给讽刺喜剧一线生机，努力。好，谢谢。我们一共有500张选票，还有497张选票都在我们观众的手里。倒计时通道开启。关闭。有请擂主，请我们的两组选手登上风云对决台。谁的灯亮，谁就会拿到晋级全国总决赛的门票。他会是谁？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来，全场倒计时，3、2、1，大屏幕请揭晓。揭晓。425票。让我们再次恭喜德云全能王张鹤伦、郎鹤炎。同时，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嘉宾团队，谢谢他们的兄弟情谊带给我们的精彩。我们的复赛本场到此结束，下期再见，拜拜。